没事吧？他伤着你没有？你放心，他在这个家待不久了。啊，这个公子好生俊俏，我英俊啊，真俊了。此处应当就是花老夫人的住处了。开个玩笑，别介意嘛，兄弟。这位兄弟继任了武先生，想必身手不错，敢不敢比试比试？喂，刚来就跟我小爷摆谱，你想不想在花家待了？我在花家待得待不得，是你说了算的。我爹是护院总管，这一大家子从上到下都得仰仗我们爷俩。是吗？那真是失敬了。少啰嗦，敢不敢比试？李继宗，你做什么？放开他！大姑娘，我听说你新聘了个武先生，我就来跟兄弟切磋切磋呀。燕先生刚来任教，我找他还有事情，没有空跟你切磋。好吧，那就等下次机会吧。你没事吧？他伤着你没有？你放心，他在这个家待不久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头一回有人这么跟我说话。他就是个无赖，他不管说什么都别放在心上。我说你，从小到大，他们总是催着我，让我去做些难事、险事，还是头一回有人挡在我前面，问我受委屈了没。走吧，我带了点点心和姜水。嗯。我比你还是要好一些，至少祖父是疼爱我的。如今虽然花家败落了，但你和芍药只管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。以后再是要有人欺负你们，不要不敢说，只管同我说，我不会再让你们受委屈的。告诉你干嘛？让你去打他一顿，替我出气。这办法总会有的嘛，不能一来也能智取啊。若花家当真与太后有私，恐怕陛下不会再放过他们。